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师父慈悲，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智严法师的这个十玄门的第九，唯心回转善成门。这个唯心回转善成门呢，是救心来阐明缘起的一个根本，也就是一切诸法皆依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建立的。若善若恶呢，随心所转。故称为唯心回转。那么以这个金狮子来做一个譬喻说明，就是这个金狮子它的这个本体呢是金所造的。那么狮子呢就是比喻现象，金与这个狮子呢阔隐过显，阔依过多，各无自信，由心回转，说事说理呢，有成有力呢，此即这个唯心回转善成门。那么法藏呢，以这个唯心回转善成门这样的一个名词的一个设立呢，法藏大师觉得它仅是表示诸法无碍的一个理由啦，但是呢没有办法表示这个无碍的这个相貌，所以将这个唯心回转善成门呢改为主办圆明具德门，就如这个北斗七星呢，这个其他众星呢就拱这个北斗七星的这个主跟办的一个层次，具有这个主办性的这个原理。如来说圆教之法呢，理无孤起啊，这个必眷属随身啊，法不孤起，藏缘而生啊，这个十方诸佛菩萨互为主办，重重交参啊，就是有这个领袖，那么旁边呢自有这个随侍随父来伴随啊，同时顿唱圆教法门，如净空明月，列心围绕，尽气百川呢，尽圆秉现明主办圆明。那么一一法会呢所说的这个法门，称信集坛，具足众等，名为具德。这凡事呢都要一个主轴啦，那么其他呢这个辅助啊，辅都是来配合这个主轴，那么这个层次才能分明，然后主客分明，主办分明，层次分明，那么就可以一个构成一个很和谐的，那个很这个吸引人的这个焦点的一个相貌。然后那这个在经华严经里面就有说到，说这个法界修多罗呢，以佛刹为成树，修多罗以为眷属。那么这个梵语的这个修多罗呢，翻译作我们中文的就是契经，就是契经。那么诸法相即相入呢，成一大缘起，所以呢随举一法即可为主，那么于一切法悉可为伴，周匝围绕，更以他法为主呢，于法亦悉为伴。诸法虽复有主伴之别，而不坏差别之相，相依相成呢，一体无碍，彼此隐显呢，主伴交辉呢，一多摄入，连带缘起。这个凡事呢，那必然一个主轴，那么以这个主轴为主，其他为辅呢，这个层次就分明了，才能这个
构成一个法界的一个缘起。那么智严大师的这个说法呢，是就心而言，他将一切缘起法及其统一性呢，悉归于心呐、啊。所谓唯是如来藏，唯自性清净心转也。哦，这个我们的心呢，这个在还没有这个修行之前呢，都是随这个外境所转，然后外境所转。那么外境这个我所喜欢的话，那么我心呢就升起喜爱的这个贪念，然后那么外境呢为我所讨厌的话，那我们的心呢就升起这个厌恶的这个心念出来，哦，就随着外境的这个好坏，我们的心就起这个爱恶的这种贪婪，哦，这是还没有修行之前是这样。那么透过了这个修行的时候之后，那么我们的心呢，才能这个渐渐的透过修行呢，就能够做得了主了，哈，做得了主，就心呢不随外境所转，心不随外境染污呢，而起这个爱恶起伏，哦，这是要透过修行的，哦，那并不是说这个修行了之后呢，就人生呢就一切都是这个一切顺利啊，哦，这个都是在高峰期，不可能，哦，因为我们是随这个因果业力而来的。那么既然是随着因果业力而来的，就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啊，就有高有低啊，哦，有这个得意春风的时候，啊，那么呢也有呢这个失意落魄的时间啊，哦，的时段啊。但是透过修行呢，在得意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不会这个得意忘形，那么在这个失意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气馁，哦，都会呢保持的一个平稳的心情呢，哦，但是透过修行知道说一切的外境起伏呢，我们的心呢不随之起伏啊，那并不是说透过修行之后呢一切的外境都是顺遂的，哦，都是如意的，都是高峰的，都是随心满愿的，这是在佛法所说的是不可能的，哦，因为我们都是随着因果业力而来的，不可能呢这个因为信佛学佛之后呢就能够说一切人生呢都是一帆风顺的，然后是不可能。但随着这个修行，我们知道说心能够做得了主的话，不随之起舞的话，那么就如佛所说的，我们就不会受第二只毒箭的来毒害我们的心，然后我们来到人间呢，这是已经中了第一只毒箭，但是透过修行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再受第二只毒箭所残害，这是修行的一个真实意啦。那有的人呢，他不了解这个道理啊，他就认为说，哎，我来学佛信佛，那么佛就要呢给我包山包海呀，啊，包一切顺遂啦，包事事如意啦，我做所求都能够满愿呐，啊。那佛就会跟我们说，那么你来做佛好了，那我来做你，那换我来求你，那你都要这个顺我所遂啦，事事满愿呐，啊，都让我呢都能够一切都是平顺，都是这个喜乐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能够这样的话，那佛他在印度当太子继承即将继承王位的话，都会享受荣华富贵，他何乐不为？为什么他要舍弃这个继承王位的荣华富贵，然后去修行呢？而且还是六年苦修，一马一脉这样的一个苦修，最后才在这个菩提树下呢证得开悟呢？显然不是这样嘛，吼，显然不是这样，是透过修行呢，我们的心能够做得了主。就如禅宗所说的，你的主人翁在哪里？哦，你能不能做得了主，是这个意思啦，吼，而不是说学了佛、信了佛之后呢，这个佛就要能这个给我呢，一切都是随心满愿啊，事事如意啊，吼，不是这样，吼，这是一个学佛吼应该要有的一个正确的认知，然后不然的话，有时候呢，这个学佛一年呐，啊，佛在心田呐，啊，这个热腾腾的，哦，出口闭口，
就是这个佛法哦，就是阿弥陀佛。那学佛两年呢，佛在半天呐、啊、哦。那么学佛三年呢，佛在西天呐、啊。学佛四年呢，佛不见了、啊。到了学佛五年呐、啊，该呼吸都艰难了。哦，就佛所说的呢，就是不听的啦。与佛打仗呢，该呼吸都艰难。这是这个古德啊，就有留下这么一句话了，就可见呢，这个学佛的一个正确认知、正确的观念很重要，很重要哈。那么到了法藏大师呢，他就把这个智严大师的这个第九呢，他就把它改成呢主办哦，举办，就强调呢，礼无孤起呢，必眷属随身呐、啊、哦，这个。我们以我们用一个比喻啦齁，这个不管是古代的这个皇帝出巡呐、啊、下江南呐、啊、那必然一定有很多的这些亲王啊，这些呢文武百官啊，地方官员啊，都一些什么样眷属随身呐、啊、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总统啊，那么既然总统呢来到各个地方呢巡查的时候啊，这必然有这个五院院长呢，哦，能相关的部会首长啦、啊，哦，乃至情治单位首长啦、啊，地方的这些这个长官啦、啊、市长啦、啊、县长这些这负责人啦、啊，他一定要眷属随身啦、啊，哦，所以这个事不孤起，哦，但在这个普遍联系当中，必有主有次啦、啊，哦。主次相对而言可以互相转化，哦，但主次分明不可模糊了，哦，不可模糊。那么第十呢，是脱世显法生解门，哦，脱世显法生解门呢，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拳头，哦，跟手背，哦，擒拳束臂呢，触目皆到，哦，触目皆到。就具有这个具体性的一个原理啦，寄托一事呢，即显无尽法门，令人深深信解。哦，那这个华严经书里面就有解释说，自在即称为王啊，吼，那论义即名法云，哦，金色世界即是本性啊，弥勒楼阁呢即是法门。圣乐婆罗门呢，火炬刀山即是般若是也，哦，那么在这个梵语的弥勒了，翻译作我们的中文叫慈氏，哦，慈氏菩萨，哦，圣乐婆罗门呢，就是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中的第九参的这个善知识了，哦，那么一切事法既然互为缘起，就像这个因陀罗网隐现重重，哦，不须遍观诸法，但随托一事而观呐，啊，吼，哦，就是这个第四天呢的这个宫殿呐，啊，哦，有这个因陀罗网蛛网，哦，那么这个因陀罗蛛网呢，它是360度的，哦，然后随着这个一蛛的隐现，彼此呢互相隐现重重，然后那扩展出去。哦，所以这个不须呢遍观诸法，但随托一事而观，哦，便显一切无尽之法。你只要观这一个这个第一颗珠呢，那么就可以遍观这个所有这些因陀罗网的这个诸法，哦，就是随之呢隐现重重，哦，那么人生世世无碍的圣洁，然后世世无碍的圣洁。一花一果一枝一叶，即是甚深微妙的法门，并非现前的事相之外更有所显，哦，这是这个如这个六祖慧能，然后，哦，这个何其自信人生万法，哦，何其自信人生法法，我们透过这个因陀罗网这样的一个修观呢，能这个世事无碍升起这个世事无碍的这个圣解，哦，那么自然而然这一花一果一枝一叶呢，就具有这个甚深微妙的这个法门，哦，
那么我们来总结这个六项，它突出了这个三个要点。那么第一就是任何事物，不论是作为个体、部分、个别，还是作为集体、整体、一般，都不能割裂开来、孤立存在，这彼此互相呢具有联系，这只有处于普遍的相互联系中呢，才是现实的，彼此这个现实环境的，就是不可能我们单独一个人呢可以生存的，都是这个大家互相呢这个共同的一个协助协力啊，才能存在的，这个把我们呢这个丢到呢荒郊野外一个人啊，你也很难生存啊，你很难生存。那么就是在这个百工百业彼此之间呢互相呢这个协力互相呢协助哦，才能这个生活才能够这个方便便利啊，那么第二呢，一切联系中呢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最为重要，个别因素与其构成物之间相依为命，不可须臾相离啊，彼此之间的这个关联性呢很密切，很密切。第三呢，同部分与整体有重叠而内涵完全不同的一对范畴是个别与一般啊，阐发这两者的关系呢是华严中的一个理论任务之一啊。所谓一与多，即指这个部分与全体，也指个别与一般，理与事主要指的是个别与一般啊，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我们人啊跟这个大自然呐、啊，都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啦、啊。如果我们人只重自己的一个享乐啊，那么这个过度开发、过度享用这个大地的资源啊，破坏了这个大地的这个环境呐、啊，那么呢，这造成了这个自然界的一个破坏啊。那么自然呢，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大自然的反扑啊。第一个是温室效应，这个温度越来越高啊，现在夏天呢、啊、越来越热，那第二个呢，这个南北极的这个冰川啊，这个瓦解溶解的速度增快，乃至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积雪啊，也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因为这个温室效应啊，地球的这个温度越来越高啊。这个高山峻岭的积雪融化，乃至这个南北极的这个冰川冰原呐、啊，也这个融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那么就造成了这个极端气候、啊，所以冷的地方很冷，然后干旱的地方就干旱，没有这个下一滴雨，那么不然的话，就是下雨的时候呢，就倾盆而泻，哦。这个一下子呢，这个把这个一年呐、啊、的这个雨水啊，全部下来的雨量，那当然这个水量的这个疏解啊的速度啊，就不及这个一下子下来的雨量啊，当然就造成了这个积水哦，有时候叫积水一层楼啊，两层楼，那更严重呢，就导致呢这个土石流。土石流，那如果呢又加上这个水库水坝的泄洪啊，就往往造成这个很严重的一个水患伤亡啊，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大自然视为我们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去好好的保护它，只知是我们个人的一个享乐，然后来这个过度开发大自然的资源，破坏了大自然的这个环境、啊、所造成的一个自食其果的一个严重后果，到后来也是回归在我们身上啊，哦，大自然的一个反扑破坏的这个伤亡啊，我们哪儿这个赚钱哪儿有办法去跟它呢平衡呢？一台车子啊，八九十万啊，一场水灾积水啊，就把这个车子啊泡水了，
这多年来的一个辛苦的一个积蓄啊，就付之流水，泡水了。那一个这个天灾啊，或者是台风啊，的一个破坏啊，那我们努力辛苦的一个赚钱啊，就不抵一场风灾水灾啊。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去在这个时候呢，去这个回观反思啊，回观反思啊，说我们这样的一种破坏大自然呢、啊，所获得的真的是可以带来这幸福安乐的一个生活吗？还是呢，我们辛苦努力的一个赚钱积蓄，结果呢就被一场风灾水灾给买单了？那值不值得？所以现在的这个极端气候的一个大自然的反扑啊，其实也是带给我们这个回观反思的一个时刻了哈，回观反思的一个时刻。那这些都是让告诉我们说，这个佛法所讲的了哈，尤其是华严宗所讲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共同体啊，彼此互相的一个因缘生成。聚合，彼此互相都有这个相关联性啊，这样的一种观念啊，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呢人呢更加去呢这个谦虚的面对大自然啊，而不能说因为这个工业的一个或者是科技器具的一个发明啊，我们的一个使用器具的这个功能性越来越大之后呢，就不自觉的这个膨胀了，然后呢，就这个破坏的一个大自然了、啊。结果到最后呢，自食其果的还是回归到我们人的身上啊，也没有这个因为科技的一个便利跟科技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效应呢、啊，我们就能够安居乐业啊。哦，那现实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反扑，其实让我们看到啊，这个现实的层面呢、啊，的确呢，在这个佛法的这个，尤其是华严宗的这样的一种法界因缘观呢，可以让我们极大的一个审思啦。吼，人是应该要越来这个越谦虚啊，而不能越来越随着科技的一个发展呢，反而自我膨胀，然后说是人要胜天呐、啊，吼。人要升天，但是一场严重的水灾、风灾、龙卷风啊，就把我们辛辛苦苦的积蓄啊，全部买单了、啊。那怎么升天呢？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省思的。然后，那么十玄呢，它论及的范围，从这个部分与主，以这个全体。那个别与一般呢，那么进一步扩大到个体与客体，也就是事与世间的一个关系上，然后，那么一与多的含义也有了相应的一个变化。因为这个华严呢，它进一步啊，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法界，然后，那有时候我们都会谈理，谈得太过头了之后啊。就偏忽的这个事项，就忽略的事项，就认为说一切呢，我们只要这个理修这个理道理说得通就好了。但是在这个事项上面呢，却没有去这个扎实的去经营作为，那就会这样空谈，说时数宝，空谈，哦，那理呢？要落之于事项方面呢，才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效应了，不然都要空谈理论了。但是呢，这个理论是否能够应用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有时候呢，还未必了，因为都是空谈理论啊，空在这个纸上谈兵啊。但是呢，事有多端啊，事件的一个复杂性是很维系。很多样的啊，那么你这个纸上谈兵，一旦碰到现实的情况之下，是否能够符合派得上用场，还未必呢。
有时候你要透过这个事项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操练来修正你的理论，修正你的纸上谈兵啊，让这个理事呢能够呢一致啊，理论能够一致啊，能够理跟事呢能够圆融无碍啊。哦，就像说呢，我们最一个简单的一个事例说明啊。哦，那我们说这个子女啊，这个感谢父母亲啊，哦的一个照顾啊。哦，那当然子女在读书的时候呢，他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个买东西买礼物啊，给这个父母亲啊，来表达子女对父母亲照顾的一个深情啊。但是呢，他可以在这个读书方面呢，啊，哦，或者是其他的这课业上的一个学业上的一个成就啊，来回报给父母的一个辛劳啊。哦，那如果是只是这个口头上说感谢父母亲的一个辛劳，但是呢，你在课业上在学业上面呢，啊，都没有用功，有所进步，那公堂这个嘴巴说感谢父母，那也就很空泛呐，啊。乃至呢，这个子女呢，他毕业了之后，去找工作了，开始上班了，自己会赚钱了，有这个能力的，那么是不是呢，在父母亲的这个生日的时候呢，这个买点这个父母亲喜欢的东西来给父母，那么你有这样的一种心，那要配合这个事项上面有去买父母亲喜欢的东西来送父母亲，这么理事圆融，那么是不是呢就比较这个真的表达出这个做子女的呢这个报答父母的一个辛劳。所以不能只是光只是这个理论上空谈而已，那么在事项上面就认为说可以省略、可以忽略、可以不用，那么就不圆满，就不圆满。那么如果呢，这个理上面晓得，然后在事项方面也能够做得出来，也能够做得出来，那么理跟事就圆满了，就圆满，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智言呢，在写的这个一乘十玄门呐，哦，一乘十玄门，说呢这个约法以会理有这个十门哦，就是将事项回归于理的意思啦。哦，所谓这个理，对于这个地论学派啊，跟华严宗而言，大多是指如来藏哈，因而使十玄缘起的。同如来藏缘起的界限区别的就不甚清楚啊。那么在法藏的华严教义章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华严经啊，言实数为者呢，以显无尽意啊。那就以这个实做一个圆满，以实作为一个圆满，然后实又复实呢，就重重无尽来显这个无尽意。那么华严宗的独家学说就靠这个实重重无尽呢，来能够呢具体的这个表现出来、阐述出来、阐明开来。哦，那么法藏这个更改这个智言的这个十玄门，我们现在就称智言的十玄门是古十玄。哦，那么法藏所提出来呢就叫新十玄。这个名更改这个智言的古十玄的名目的重点，就是在贯彻个别无尽、圆融无碍的精神。那么新十玄对古十玄的一个改造呢，着重在本体论转移到普遍联系上，由突出理事关系扩大到事事关系上，从而提高了个体的地位，使法借缘起过之无尽缘起的特色呢，更加具体鲜明。然后，那其实这也是说明说，其实学术理论呢，啊，它是一个累积的，它是一个累积的，就是后人呢站在全人的这个肩膀上呢，更加往上去发挥了。那么
如果没有自言的一个打下的一个基础，那么呢，这个法藏啊，它也可能呢，在这个发挥这个华严宗的这个理论呢、啊，要发挥到极致啊，就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有自言在前面打下的这个基础，哦，讲出了这一套理论之后，开了一个头，那么后面的这个弟子啊，他就可以在这个前面这个师父的这个开了一个头之后呢，更进步把它发挥，甚至呢把它集大成了哦。所以这个学术都是累积的哦。那么这个有好的这个师长呢，也要有好的徒弟啊。说所谓的当老师的最大的一个欣慰啊，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就是能够教出一个卓越的一个这个学生出来，这、就是当老师最大的一个欣慰啊。哦，那么当学生的呢，最大就是有一个好的师长的一个引导啦，像道安呢能够遇到佛图腾，那有佛图腾的一个栽培啊、教导啊，就能够呢使得这道安呢这个的这个才华得发挥到淋漓尽致啊，贡献所长啊，哦，所以成为呢你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很重要、具有这个特殊贡献的一个高僧大德啊。所以这个师徒相知啊，成为一个美谈啊，哦，成为一个美谈哦。那么这是从这个我们读这个佛教史里面呢，啊，其实呢都可以看到这个这些的一个重要性哦。这个千里马，那最重要的他得要得遇这个伯乐哦。如果千里马不遇伯乐的话，那么千里马也跟一般的这个劳力的马一样啊，他也没办法发挥千里马的这个才华哦。那么伯乐呢，这个他也要能够遇到千里马哦，这个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啊，就是每一位师长他最大的一个欣慰啊哦。伯乐他也希望能够找到千里马哦，能够呢这个让这个千里马发挥他的个才华，那么伯乐呢他也能够呢这个表现出呢，发挥出他这个识人啊、识马的这个能力啊，哦，所以这是师徒相知啊，是一个历史上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美谈啊，吼，哦。那么智眼呢，穿着这个十玄门的那个论证法界缘起的这个华严宗的中心教义呢，而在这个组织十玄门的时候呢，又以十对或是十会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来概括一切佛法，这是在狭义上面来讲的。那么在广义上讲呢，它进一步呢概括一切的一个现象。那么智严大师呢，他这个十玄门呢，他就以这个教义、理事、解行、因果、人法、主办、逆顺、体用、半满等这个十相呢，为后世华严学生呢所继承。那么这些分类的这个概念，无论是源自于佛教经典，或者是儒家、道家的这个经书啊，一旦纳入华严教理体系啊，通通被赋予崭新的内容啊。哦，就像这个《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这五十三参并没有全部都是佛教，也有婆罗门啊，也有外道啊，也有这个社会世俗的这个百工行业的佼佼者啊，哦，乃至呢妇女哦，这个有才能有才华哦的这个妇女哦，乃至最卑微的、最卑贱的哦，这个从事呢这个妓女这个行业，他也能够跟佛法呢这个体证佛法。那么这些呢都是善财童子呢去参访、去学习、去听他们的一个领悟的这个道理的一个对象哦。那么华严经本身呢，它就有这样的一种特色，
那么华严宗啊，中国华严宗这些祖师大德啊，其实他们也是儒释道兼通啊，这个博学多闻啊，儒释道兼通，哦，并没有说局限在这个只有这个佛教的这个教典才要看呢，啊，那么这个佛教的语词才要讲哦，没有，他们呢，在这个魏晋南北朝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南北的一个思想的一个交汇，哦，儒释道的一个交融啊，其实在那时候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尤其是地论学派的这个南道系这一个学派的这些高僧大德啊，其实呢，他们都这个博学多闻，哦，嗯，博学多闻，儒释道兼通，哦，并没有局限在这个佛教的这个领域而已，都能够触及旁通到其他各行各个领域啊，哦，这个可以说呢，跟这个华严经的这个特征呢很类似啊，所以这个地实地学派的这个南道系啊，这些祖师大德呢博学多闻啊，遍及呢涉略这个儒释道，所以这个教理学说呢思想，所以他们呢在这个以这个华严经的这样的一种特点呢，来把中国儒释道的思想呢都统摄到这个华严宗的一个教理体系之下，这是华严宗的一个当时候的一个形成的时代背景情况跟它的一个特点，好，所以这是中国佛教呢这个独有发展出来的一个宗派了，哈，那么厘清同一概念在不同学说体系中所蕴含的特定含义呢，所要表达的特定思想是自然所重视的啊，如比如说以这个实惠前面所讲的这个实惠之首的这个教义这一分类，教就是通向别相，那么三圣五圣之教，即以别教以论别义啊，所以得理而忘教，哦，得理而忘教，若入此通中而教即义，以同时相应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教是佛所说的教理，是修行的法门，那么无论哪一派啊，哪一宗呢，都是这个佛的一个说教，这是教的一个通向，就是共性啊，哦，都是佛所说的这个经典为各宗派依据的一个准则，这是教的一个通向，就是共通性，但是不同派别不同宗派所信奉的教各有不同的内容，这是教的别相，就是个性，我叫禅宗就有禅宗他们所信奉的这个经典，哦，那天台有天台信奉的这个华严华华经典，哦，那华严有华严信奉的华严经典，哦，三论学派有三论学派信奉的这个般若经，还有这个三论或者四论，这些不同派别所信奉的教也各有不同的内容，这是教的一个别相，就是个性，哦，那义指教所蕴含的这个义理，那么华严宗以外的派别不管是三圣或五圣所信奉的这个教呢，是以不同的教显不同的义理，如获得教中所蕴含的理，那些语言文字即可放弃了，得意忘言嘛，得理呢就能够忘教嘛，但是呢华严宗所信奉的教与义是无差别的，教即是义，这是华严宗的这个独特的一个见解，这个教与义是无差别的，教即是义，那么理解佛经上的语言文字与把握其精神本质呢是一同一回事，哦，这是华严宗对教与义的关系的一个理解，哦，那么包括自言在内华严学生呢这个侧重采用概念下定义的方法，
结识其特殊性，而不是仅仅依靠对他们的使用来表明所要传递的思想。这是唐代华严宗人呢教地论学派的理论上的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进步了。那么自言后继者呢更重要的一个创造，像法藏啊、成观大师、宗密大师这些呢，对华严范畴系统的调整与重组。我比方说像法藏的对自言的这个古实选就做一个调整跟重组，就成为新实选。华严宗创用的一系列概念的确有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论证其中心教理的特点，它的一个产生丰富了中国佛学的内容。但是呢，这个相对的许多的说明同一个问题不断的重复啦，或者是沿袭着华严经重视实的这样的一种传统，凡事呢动辄开十门，复开十门，成百门，成千门，这样的一种重视史的一个传统，动辄开十门，使其教理数以沉重繁琐和晦涩著称。然后有时候就一再的一个重复，然后那么或者是这个讲的呢太过于这个繁琐，就显得呢这个不易理解，然后不易理解。这是这个华严宗的特点，那么也相对的也有它的一个缺点，缺点。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缺点啊是优点的延续啊，缺点是优点的延续。凡是呢你这个讲过头了之后啊，这个优点就会变缺点。所以这个佛法跟我们讲的中道，中道过与不及呢都不好啊，才采取中道。那么这个中道呢这个不容易啊，因为理是这个一致的哦，事有多端啊，事有多端哦，那你要这个谈到这个理事圆融就已经不容易了，还要更进一步讲到事圆融，因为事有多端嘛，不同角度呢就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就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啊，每一个人呢站在不同的角度啊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就理事圆融就不容易了，更何况谈到这个事这个圆融。那么华严宗呢中国把这个华严经的这个重重无尽啊，对吧，这缘起缘融无碍的这个道理啊发挥到极致，这是这个华严宗的一个特点哦。但是呢相对的你发挥到极致，有时候讲得太过于维系，讲得太过于繁琐，那么也使得呢这个华严的这个教理啊数以这个沉重繁琐跟这个晦涩呢著称哦，这也是它的一个优点太过了就变缺点了，变缺点了。那我们接着来讲这个自言与其他宗派的一个互动啊，因为这个隋唐的一个统一南北啊，所以的呢这个南北这个各自的一个学派学说啊都回归啊，自然回归到这个长安哦，隋唐的这个首都啊就是在长安嘛，那当然首都的地方啊就是文化艺术啊种种这个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啦学术啦工业啦种种的一个荟萃的一个地方啦哦，所以呢这个南北经过了这个几百年的这个分裂分治，到了隋唐呢终于这个天下统一啊，所有这个南北分裂的这些思想学说文化就集中在这个长安啊，长安。那唐朝呢又是一个很这个所谓的天可汗啊哦，这个四面八方的这些国家呢都来到长安啊，可以说是这个大熔炉的一个地方啊哦，大熔炉的一个地方。那么自然而然啊，自言身处于长安啊
他当然必然呢，这个接触到这个南北不同的一个思潮之外啊，还有就是外来哦，像玄奘大师西去取经啊，也带来了新的学说唯识的这个理论哦，所以这个智严在这样的一种时代背景环境之下，他个人的这个思想呢，当然就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哦。所以智严的学说、学术的思想，不单纯是一师相承，而是来自各方面的。哦，像他的这个剃度师杜顺禅师啊，他说是一个禅修者，或者是说是一个感通者哦，这个修行灵验感通者。那么后来智严又听智相师的这个智正大师讲这个华严经一年多，后来看这个慧光大师的这个华严经义记，对别教一乘无尽法界缘起的义子深有体会了。那么依据这个慧光的见顿缘三分判教说呢，开见教为始终，又加上小乘一种，成为五教判啊，小初熟顿缘哦。但是呢，智严虽然是开出了这个五教判呢，但是五教判的这个名目啊，在这个华严孔目章里面呢，还没有固定，有的时候说小初熟顿缘，有的地方说小始中顿跟一乘，或者说是小初中顿缘，各种说法都有。显然说智严啊，在那时候还属于草创啊，还属于草创，还没有呢这个完备断言啊，还没有一个完备断言。但是找华严中的教相跟观行呢，在这个华严时候，在智严的时候呢，就已经形成了哦，为创宗的这个思想上有巨大的一个贡献哦，可以说是开华严宗的一个端序哦。他因为他住在这个终南山的智相寺，所以成为智相大师。后来呢，由终南山的智相寺就移到长安的云华寺，所以又称为云华尊者，被尊为华严宗的二祖哦，华严宗的二祖。那这个华严孔目章啊，华严孔目章其实是受到玄奘大师呢，这个西去取经回到长安翻译经典的影响哦，有了这个唯识心学的一个刺激啊，就让这个智严啊，智严呢可以更加这个在吸收华严，这吸收这个唯识心学的同时啊，也得更加呢，使得他的这个学个人的一个思想啊，有的新学说的一个刺激啊，就逐渐呢就形成了这个五教判教的一种，这个他的一个判教的一种方式了哦。所以这些也可以说明说，这个祖师大德啊，其实他们也都是与时俱进啊，与时俱进。他并没有说他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之后啊，那么呢有新的学说进来啊，他就排斥在外，拒绝学习，没有哦，没有，反而呢，这个当这个玄奘大师呢西去取经回到长安翻经典了，那么智严大师为了更加方便，能够马上呢得到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唯识心学的经典啊，所以他就特别，应该说呢，特别从这个终南山的智相寺啊，搬到长安的云华寺哦。这也显示说，这个智严大师呢，他的这个不断学习、与时俱进的一个学习开放性啊，哦，年轻性啊的这样一个学习态度哦，他并没有因为说他在终南山的志向是已经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啊，他就对这个心学呢就有这个置之不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停滞的一个学习心态，没有，反而呢更加呢移到长安云华寺，能够最快哦第一手
接触到这个玄奘大师的这个唯识心学，而有这孔目章啊，华严孔目章的一个著作，然后把这个华严的这个五教判教能够开始呢开了一个头啊，然后才能让这个法藏大师呢在后面呢的这个后面集大成而定于一尊啊。哦，这也就是这个从智严大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告诉我们，学习是不断的这个终身学习啦，与时俱进啦，哦，不会要因为这个身份地位的一个崇高啊，就让我们的这个学习呢也跟着停滞了。那也因为智严大师有从终南山智相寺移到长安云华寺啊，他才得到了两个这个有成就的徒弟，一个就是法藏，一个呢就是韩国来的义相大师。哦，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大家请合掌。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慎重。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